各位早晨，欢迎收睇一节天气，我系蔡子纯。香港今朝天气都唔错，由中环望出维港两岸，见到天上面嘅云多，阳光都已经几好噶啦。跟住一齐睇下大范围嘅卫星影像。先睇远啲，喺日本以南嘅海域可以见到热带气旋飞燕，预计今日咧佢就会横过日本嘅本州啊。咁喺当地嘅朋友记住要注意天气变化。跟住睇翻近啲，香港附近嘅廣東沿岸就可以見到一個高空嘅反氣旋正係為依度帶嚟一啲普遍晴朗嘅天氣。咁而氣温方面，去到今朝早嘅七點鐘，見到香港好多地方嘅氣温都喺27度左右，預計香港今日天氣都會幾熱。預計香港今日嘅天氣將會係大致天晴同埋炎熱，但係局部地區會有驟雨。咁最高氣温都會上升到32度，會吹住和緩嘅西南風。咁同埋提一提大家，預計今日最高嘅紫外線指數有11，強度咧屬於極高噶。咁大家如果需要長時間喺户外逗留，記住要小心曬親。咁而展望方面，喺聽日嘅時候都仲係部分時間有陽光，但係咧去到今個禮拜後期就會有翻幾陣驟雨啦。嗱，而家節天氣講到呢度，下次再見。